近日有一篇叫《渣男李晨现形记》的文章在朋友圈大批量的刷屏，阅读量高达百万。里面对李晨的点评还真的是针针见血，丝毫不留一点情面。仔细回味李晨的这些年，还真的是渣男形象无跑了。当年李晨撩妹的手法大概就是用石头磨成的心吧。在其只有十岁的时候，李晨就用砖头磨了三颗心，说两个大的代表父母，小的代表他自己。结果没过多久父母离婚了，然后他就凭借这石头心骗到了迪丽娜尔。当时迪丽娜尔还是个小模特，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见父母，迪丽娜尔也是期待结婚。结果李晨爱上了李小璐，李小璐也是晒出了一颗石头的心，并讽刺李晨这石头心难道是批发的吗？李晨也是翻脸不认人，在网上大批量的诋毁迪丽娜尔。后来迪丽娜尔也算是看清楚了李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从此清空了自己的微博，再也不参与和李晨有关系的一切。李晨和李小璐在一起时更是没有人性，李小璐还为了李晨堕胎，结果却换来了李晨在酒桌上的荤段子，说李小璐都被他折腾烂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说自己爱过的姑娘这样的话，这人品真的是不言而喻。紧接着张馨予就上任了，大概是李晨真的很会说情话吧。在微博上一顿表白之后，张馨予就感动得稀里哗啦，结果没想到这只是李晨的日常套路而已。张馨予是很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所以后来被李晨伤害之后，硬是在几年之内都没能将自己调整好，直到如今遇见真命天子，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张馨予之后，李晨和范冰冰在一起，回头将张馨予手撕了无数遍，想想就心疼张馨予。范冰冰向来就是一个比较雷厉风行的女子，和李晨在一起后也是比较的小女人，可见是真的动情了。但是在一起的这些年，不管遇见什么事，李晨几乎都是沉默沉默再沉默，如今更是消失了。这位作者对李晨的这些行为点评的很是到位，很是针针见血，大家对于李晨这个人的好感也是一降再降，看来这星途之路也要跟着一起亮亮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总是缩在背后，可见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值得托付之人。你对李晨的评价如何呢？